只有归听命于秦鸾，多年来一直暗中查探父亲的消息。萧衡跑了，给我追！当年剑南道劫毒是谋反隐瞒，必有隐情。秦鸾定然向朝廷隐瞒了什么？也许只有破解父亲留下的谜题，才能找到答案。 这些都是巫医大叔画的。他很喜欢作画吗？以前好像没那么喜欢，就是他离开前那段时间，不知道怎么突然就喜欢了，也不画别的，就画这些山啊树啊。这些画的都是关岭县的景。嗯，山都是凤凰山，水都是永安河。酷。 王爷，你想到什么了？他的窗纸一直都糊得这么厚吗？好像不是，应该是从他喜欢画画那个时候开始，他买了好多画纸，有些用来画画，有些就用来糊窗了。他说夜里风大，窗糊得厚一点，不漏风。楚楚，你把这两出幔子都放下。哦。 去看看对面墙上有什么异常。看墙。对。王爷，你快来看，墙上有个小亮斑。 这墙上有个贯穿墙体的小洞，有两侧糊住的画纸给遮住了。在室内光线如此昏暗的情况下，点燃另一侧柜中的蜡烛，明亮的烛光便会透过这个孔洞，在这一侧的画纸上留下这个光斑。这也是巫医大叔弄的。前隋大兴土木，曾有30万两工程款在运转途中不翼而飞，遍寻不着。直到刑狱官侦破其藏匿手法，真相 才大白于天下。涉案官员竟是通过凿壁偷光的能力，利用酒楼的墙面与山水画作来巧设地图，标记藏匿之地，用于事后分赃。此案被写成画本，于坊间广为流传。父亲想来，便是借鉴于此。 王爷，楚家出事了，走。王爷，卑职失职，请王爷责罚。爷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你哥哥不吉案了。爷爷，你别着急，有王爷在，我哥他会没事的。怎么回事？都是些什么人？许如归呢？回禀王爷，刚才也不知道怎么的。 许如归突然挣脱绳索，袭击蛙人想要逃脱，蛙人正与之交手，这些山匪模样的人突然闯了进来，明显是冲着许如归去的。蛙人寡不敌众，让许如归趁乱逃了。有贼匪去追许如归，张云追去了，刘卑职在此地保护楚家周全。楚河呢？卑职等没有留意。 也没有听到其他地方还有打斗声，方才楚家二老问起来，才发现楚河不见了。放心吧，王爷，我已经让县衙的人去追了。逃了几名贼匪？2人。
楚河跟许如归单独待过。是，王爷。楚河来给许如归送饭，曾和许如归相处了约一炷香的时间。楚河。 这是做木工用的刀具，许如归应该就是用这个磨断了绳索。楚河为什么要帮许如归逃跑？是谁让你们放楚河和许如归单独相处的？你们必须疏忽懈怠。 请王爷降罪。王爷，楚楚，先看看这些尸体吧。好。死者身形健硕，手掌有常年操练磨出的老茧，胸口的刀伤是致命伤。 这人手掌也有同样的老茧。这些人应该是当兵的。当兵的？从他们手掌的茧子就能看出来，这是当兵时常年训练所磨出来的。当兵所做的训练和一般习武之人是不一样的，所以磨出来的茧子也都是不同的。当兵的？不会是秦鸾派的神策军来灭口的吧？ 先进来的这波人挺像神策军的路数，但后进来的人有些奇怪。许如归挣脱绳索后，又二人交手。此时屋外进来的人，招招都要取许如归的性命。 随后又进来一伙人，他们非但不伤许如归，还反过来护着他。这些人彼此之间有打斗，想杀许如归灭口的是神策军。另一伙是抓人的，抓人，这就怪了。不怪，这是鹬蚌相争。鹬蚌相争。秦鸾的如归楼是卖家。 泉州诸事背后之人是买家，原本是交易双方互惠互利，如今如归楼失败，变成了一玉一棒。现在这棒，应该是摸清楚了如归楼的底细，想要拿捏住许如归，把它当做筹码，反身变成卖家。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听得我都糊涂了。这就糊涂了，我给你解释解释。王爷的意思是，干坏事的有两伙人。两伙人？对啊。 这一伙人呢是想杀人，却不愿意自己动手，于是花钱找人干；这另一伙人呢就是收了钱来做杀人买卖的。你想啊，这杀人的买卖本身都是见不得光的，所以花钱的只会知道想杀的人有没有被杀掉，而不会知道谁接的单下的手。现在好了，王爷把如归楼这么一端，花钱的人都知道背后收钱的是许如归了。 所以啊，现在就是花钱的人发现这许如归的背后是秦鸾，想利用许如归威胁秦鸾。哦，我懂了，就是黑吃黑，狗咬狗。精辟。先将此地清理干净，大哥手下的将士对这一带比较熟悉，劳烦大哥多派些人手去找楚河。对了，把楚河的狗带上，他熟悉楚河的气味，多少应该能帮些忙。许如归身负旧伤，这一番打斗之后。 应该跑不远，多多注意附近能够躲藏的地方。好，楚楚，你跟我来。
又怎么了？没听到吗？有喘息声，有人一直跟着咱们。哪儿有啊？你不会是听错了吧？是咱俩的喘息声，许如归就在前面了，快追！哎，许如归这个人十分狡诈，小心中了他的诡计。哎呀，真麻烦。山林里雨水多，路面泥泞，有人走过必留足印，都仔细看着脚下。是。王爷，其实我，你是不是都已经知道了？我应该知道些什么？我爹娘的事，你审问过许如归，一定全都知道了吧？他是对我说了些关于你父母的事，不过这些都还没有证实，待查实之后，我定会如实的告诉你。他是不是也告诉你，我爹是那个反贼，云逸？是，不过此事还只是他的一面之词，现下还不能下定断。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关于我爹娘的事，你都查实什么了？许如归是不是在撒谎？坏人都爱撒谎，对不对？我能想到去许宅找你，还是因为许如归在现场留下了这只簪子。你说这是许如归特意在现场留给你的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当时我也不明白，所以我赶回县衙查了你母亲的遗物，发现你父亲有可能是剑南节度使手下的官员，这才明白了他的用意。什么用意啊？他想引我去查关于你父亲的事，借此来摧毁我们之间的信任，把你逼上绝路，不得不与他为伍。所以许如归说的话都是真的了？我说过了，此事现在还没有查实，还不能下定断。你都已经推断出他可能是剑南节度使麾下的官员，那他是不是就是许如归说的那个反贼云逸？这正是许如归的狡诈之处，他想让我在寻找你的时候发现这件事情。我很容易忘记我调查这件事情的本意是在搜寻你的下落，转而去查证你父亲究竟是不是反贼，这样他就有更多的时间来躲避追捕。可是王爷，楚楚，寻找你的下落和你父亲的身份是两码事，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许如归想用这件事来干扰我的思路。我是说现在呢，如果我爹真的是那个反贼云逸，我是不是就会牵连到你？大哥，萧将军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沿着这条路往上走，可就要进山了。你是要到山上去找我哥吗？到底怎么了？楚河可能失足掉河里了，上游河岸有一处明显的露水痕迹，足印大小与楚河的很接近。我们找过去之前，隐约听到楚河的一声喊叫，还有这狗的反应，也证实楚河确实曾在那儿出现过，但之后就再也没见他的踪迹了。我哥他水性很好的，他一定很快就会上岸的。楚楚，你先别着急，楚河兴许是从河对岸上去了。我刚才和楚楚在这里说话，没有留意河里，他也许是游到河对岸。大哥，你派一队人去河对岸找。你们这一列去那边找。是。景月，过来一下。怎么了？有件事儿之前没顾得上和你说，现在楚河闹这么一出，我觉得或许跟这事儿有关系。都什么时候了，大哥直说。之前我无意间听见楚河和他爹在厨房说话。我把丫头给娶了，那楚丫头就是咱楚家的媳妇了。
不管他认不认本家，他都是咱楚家的人了。你要真有这个心思，也得楚丫头愿意才行。荒唐，他可是……他可是什么？他俩可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。还有这些天，我看他对楚姑娘的样子也不像是违心的。而且还有今天这事儿。今天这事，你在怀疑什么？你不是在棺材作坊里发现一个刀头吗？侍卫说楚河单独跟许如归待过一段时间，会不会是楚河知道了许如归是楚姑娘的亲舅舅，担心许如归会带走他，又或者担心许如归犯事会连累楚姑娘，于是他就把许如归放走。他以为只要许如归跑了或者被杀了，他就能把楚姑娘留下。你在怀疑他现在是畏罪潜逃？楚河的足迹跟许如归潜逃的方向是一致的。此事暂时不要对任何人提起，尤其不要告诉楚楚。但是你觉得楚河那番心思，楚姑娘就真的一点都没察觉？锦云，王爷，将军，将军，一件东西想送给你，你有了乾坤镜以后，再遇到没窗户的地方就不用进去了，只需在门口用它来看里面的景象就行了。你喜欢吗？你就是玉面判官，那你也别多礼了，别叫我楚姑娘了，就叫我楚楚吧。你在那手绢上绣的是什么？一根骨头。那是人胸前左侧第五根肋骨，把手放在这根骨头的位置上，就能摸到心在砰砰的跳。快来！锦云，醒醒，你怎么样？锦云，锦云，锦云，醒醒啊！醒醒，锦云，楚楚呢？楚楚，楚楚呢？楚楚，我知道了，这边还有一个。锦云，楚楚，肯定在水下被困住了，他丢衣服上来是为了求救的，这在水边长的人都知道。那也轮不到你跳下去。可是我，醒了，醒了，醒了，人救过来了。
姑娘，我哥他怎么样了？没事，他就是溺水受了点惊吓，我去给他开副药，待会儿你煎了给他灌下去。嗯。楚楚，谭县城，景少卿，你怎么来了？下官听闻县衙出了事儿，便急忙赶到，看有什么可以效劳之处。你大半夜的来这荒郊野岭干嘛？足长七寸八，足宽三寸，不服一尺五，微薄。那天晚上就是他。正好，有劳谭县城，去抓一副药来吧。哎，不必了，我知道哪有药铺，我自己去抓就行了。还有劳谭县城，给楚楚找一身干净衣服换吧。是，下官这边去。景云，开门。我没事。开门。我在更衣呢。你要再不开，我可撞开了。我真撞了啊。哥，我真没事。怎么能没事啊？你小时候淹了一下，病的人都快没了。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那也不行，一会儿让冷月给你瞧瞧。不是那河水那么凉，你这身子怎么受得了啊？你这万一病起来，这穷乡僻壤的你让我怎么办？这是哪个二把刀浇的你浮水啊？学成这样你就敢往那涨水的河里跳啊？没人教，就是自己试过。什么？你还说楚楚不要命了？我看是你不要命了。那么多人在岸上呢，论水性论身体哪个不比你好？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？他就那么一声不响地跳进河里，我还能怎么想？这永安河就在他家门口，这些镇上的孩子们从小泡在河里长大的，你一不熟水性，二不熟这河，你跳下去谁救谁啊？如果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跳下去，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在水里了，大哥可相信？你，我看你是被人灌了迷魂汤了。也许从前的我才是被人灌了迷魂汤，自诩洞若观火，却蒙昧的连自己都看不清。什么？没什么。我跟你说，不管怎么样，你给我离水边远远的，听见没？你要是再敢往水里跳，我立马押你回长安。知道了。大哥派出去搜寻许攸归的人，全都回来了吗？没有。我留了一支小队在那儿继续搜索，一有消息他们就回来禀告，这许如归叛主求生，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，肯定是不敢回长安了。照你说的，关岭县是他老家，他对这儿了如指掌，最有可能就是躲到附近的山里去了。这西南山林环境复杂，熟悉这山中环境的人一头躲进去，要找起来怕是需要些时。要不我让郑县令发动附近村民一块进山找找。不可，若惊动了许如归，恐怕会伤及无辜。你容我再想想。安郡王，这幅便是关岭县的地图。此地城防一直是你做的？是。关岭县城地势险要，山川水道错综复杂，下官上任之时尚未有一条道路与外界交通，百姓来往全靠一条滑索。约五年前，州府衙门拨了专款修了官道，百姓们与外界的往来才多了起来。不过如此一来，山匪马贼也就逐渐多了。安郡王，下官多次呈报州府衙门，
为县衙加配人手，可至今没有下文。这下官实在是冤枉。下官不敢。事情既然发生在你的治下，无论因由如何，你都责无旁贷。若再有半句推诿色责之词，我定据实呈报朝廷，交由吏部裁断你是否冤枉。安郡王息怒，下官整治不力，责无旁贷。起来。谢安郡王。你在此途上将所有可能进出关岭县的路，无论是山路还是水路，都指给我看。是。安郡王，这是县衙所在，通往县城的河流一共有六条。抓捕失败，正在寻寻。一群蠢货，非要本王亲自出马。老爷，薛尚书到了没有？薛府来人说，薛尚书一早进宫去了，说是晚些时候从宫里回来，再来拜访老爷。进宫？陛下，方尚书此前巡查西南时的纪要有一卷遗失了。遗失了？哪一卷？在何处遗失？应该是在进京之前就遗失了。那些巡查纪要朕都看过，三卷纪要里的时间和路线都是连贯完整的，并无缺失啊。陛下容禀，臣也是和当日冯尚书西南随行人员在交接公务时才知道，除了已呈陛下预览的三卷纪要，冯尚书还将一些事物单独记录成卷。什么事物？臣问过随行人员，他们也并不知晓。臣也去冯府调查过，冯府上下都未曾见过。偏偏冯尚书返京当晚过世，此卷不知是返京途中遗失的，还是……这件事为何到现在才告诉朕？陛下息怒，此事关系重大，臣不敢声张，也唯恐是臣一时大意找漏了什么地方。这些日子臣也是四处仔细巡查不得，才敢来禀报陛下。若当真是不慎遗失也倒罢了，若是有人存心不想让朕看到这巡查纪要，那便意味着冯介此行真的发现了什么。陛下，朝中皆知我乃翰林出身，对军政事务知之甚少，臣恳请陛下准臣以考察黔州州府军政事务为名前去查探。朕就准你以考察黔州州府军政事务的名义前往黔州，正好黔州刺史李章在任多年，军政事务一向料理得还不错，得空你随他多看看。谢陛下。对了，冯介巡查纪要遗失一事还有何人知道？除了随行的几名官员知道，臣对冯府也未曾多言。此事在你回京之前不可向任何人提起。是。公公，您之前让我盯紧新任黔州进奏使沈瑜已经有段时日了。自打这沈瑜进京以来啊，就到处送礼，
这朝中上下都打点个遍，就连我也收到了他送来的西南特产。嗯，初来乍到，打点一二倒是情理之中。哎，送的那些礼物中有什么异样？异样？没什么异样，都是一些吃的用的，没有值钱的东西，就跟以往那些黔州官员啊往京里送的差不多。差不多？差不多是多少？一丢丢还是一指甲盖啊？这个我正在查啊。对了，之前在朝中总是私底下议论昌王之事的老臣，末将你去查了一番，似乎他们跟这个沈鱼没有任何瓜葛。依末将看，这昌王之事也就是一股流言。没那么简单。我告诉你，你继续盯好了宫外的动向，一有消息即刻来报。是。哎，还有，之前吴江去景府是给景阁老送一枚铜钱，钱字印的。一枚铜钱？对，一枚铜钱，没别的。末将是拐弯抹角，好不容易在户部那里搞到一点消息，实在是想不清楚其中的蹊跷。一枚钱字印的铜钱。秦公公，秦公公，陛下传召。传什么召？薛汝城要去黔州。这下西南可热闹了，萧锦瑜去找那阴魂不散的萧恒，却找出一枚钱字印的铜钱，薛汝城也上赶着要过去。皇上他琢磨着要赐婚，还有一个冷佩山，有点意思。哎呀，今日难得无事，想找你来下两盘棋，谁知你一早进宫面圣去了，听说在江山殿与圣上谈了许久啊。看来什么都忙不过景阁老的眼睛啊。学生已经向陛下请了旨，不日将赶赴西南，安郡王离京，公主也跟着担心，没少为此事找学生，不知景少卿可有什么消息传来啊？西南局势复杂，学生怕他在别人的地盘上吃亏。是啊，安郡王虽律事周全，但与地方官打交道，他们都没什么经验，确实令人担忧啊。阁老所言甚是啊，私铸铜钱一事向来牵扯甚广，安郡王至今也没向朝廷奏报一二，也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查出什么。我是担心万一西南冷氏一族牵扯其中。哎，安郡王素来行事稳妥，定不会轻易涉险的。也是，他们此行西南主要为了驸马，只要是能顺利找到失踪多年的驸马，那也就不枉此千里之行啊。怕不会那么容易吧？景阁老担心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我只是想要这么容易的话，早该有驸马的消息了。王爷，楚河怎么样了？冷月说他没事，给他抓药去了。楚楚，你也先回家吧。啊，可是我哥……楚楚，放心吧，这有我们。不是已经说他没事了吗？你也应该回去向家中报个平安了。楚姑娘，我先送你回去吧。我不回去，我得等我哥醒过来，
不然回家说我哥昏迷不醒，家里人该担心了。让你回去你就回去，你若真当自己是我三法司的仵作，就要听本王的吩咐办事。你若觉得本王的话不值得你一听，便不必在本王这里屈就了。我们三法司不缺一个仵作。双的美好。